金团，一口吃下去。老幺，在吃呢。你跟谁聊天？鱼，赶紧走，拖着我来走。吃。哦呦，哎，吃了，哎，吃了，有了。哦呦，哇塞，哎呦。耶！我进团了，我进团了，我进团了，我进团了！三哥八的，老妖掉河里了。我觉得他有可能是鱼钓上来了，结果鱼又掉下去了。我觉得也可能是。像这种反应应该是。哎，这个不行，我不算，我都没有，再来。什么？我刚都说开始了。他没有杆，我都没有鱼竿，你怎么开始呢？我问你，刚刚你就开始了。哎呦，这个不算，因为你在比赛途中打劫了。没有，犯规，这个犯规。我刚都说开始了，刚刚你就开始了，因为你在比赛途中打劫了。已经在狡辩了，你听现在就是。对。在狡辩，声音只要一听都能想象到内容是什么。对，这不公平，为什么这个？哎，那我这个对，明明我刚才那个呢，你怎么不看？明明我都钓上来了，我昨天晚上在里边游了一晚上呢，宝。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啊，我的梦。钓上了一条鱼。只因为我在钓鱼的小理想。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啊，我梦见我一个人跑到了鱼塘，我抓了一条鱼啊，只为了今天能赢胜哥这个小理想。那边太吵了。好，我们说好啊。好呀。哎，多长时间？你说20分钟还是30分钟？那30分钟吧。OK， 那就开始吧。开始吧。哎呦，天哪，怎么回事儿啊？哎呀，你是不是用意念打劫了？这。申哥，你下去了，没开始呢还。刚刚不是喊开始了吗？开始了。你没有开始。没有，又没有开始啊？没有开始，没有开始。怎么回事？就这样。我们都好像。心中在陆地，有时足呼吸，不当热闹生气，日子痛我学习。可以的，过来，过来吃，新做的鱼过来。啊，这也太浅了，不可能这么浅吧？对不对？这怎么都反了呀？什么情况？哇塞！哇塞！你什么鬼东西啊你！哇塞！老妖，老妖怎么办？老妖，挣脱！老妖怎么办？挣脱他的魔掌！这个厉害哦，好快！
可以哦，需要帮忙吗？没事，可以。厉害，挣脱。三个赢了。这样子老妖没办法进入 homies 家庭里，老妖只能是下次再找机会。谁说的？谁说的？我不放弃，我不放弃。耶耶 ！Oh my god， 好好笑，好 crazy。我为什么要跟冠军争胜负？真的，就是命了，这个就是命。老妖。我们现在前面掉的都不算好不好，剩下这个时间谁先掉到算谁的。好呀，可以。那这个真的就看命了。那可不是吗？可以，让我的命运交给鱼儿咯。好，来吧，交给命运吧。交给命运。 1, 2, 3。 Hey! 10分钟啊，我们10分钟计时，谁先掉上来谁就赢。